那時候耶穌對公共說，誰愛父親或母親超過我，不配是我的人；誰愛兒子或女兒超過我，不配是我的人；誰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隨我，不配是我的人；誰要獲得自己的生命，必要喪失生命；誰為我的緣故喪失了自己的生命，必要獲得生命。誰接納你們，就是接納我；誰接納我，就是接納那已派遣我的人。誰接納一個先知，因為他是先知，將領受先知的水果。誰如我給這些小子中的一個一杯涼水喝，只因他是門徒，我實在告訴你們，他絕不會失去他的賞賜。上主的話。